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那个 Little Rabbit 的第三集。我们的 Little Rabbit 系列，小兔子系列呢，它一共有之前有读过两本给大家听，一个是 Bath Time for Little Rabbit， 然后另外一本是 Tickle My Ears， 然后最近又刚出了第三本，是我们等了好久的，是 Poor Little Rabbit。Poor Little Rabbit， 那今天请哥哥来跟我们一起讲，因为弟弟呢，他又在喝奶奶，就像这样子。那哥哥呢？哥哥来帮我们一起讲好吗？好，好，那弟弟也一边听好了。好，好，那 Poor Little Rabbit 是哪一本呢？哥哥，你们帮我翻一页好不好？可怜的小兔子。好，这本呢是在讲什么 ？Ouch! Little Rabbit's fallen over. Is he all right? 什么意思啊？他。跌倒了，他还好吧？哦，对，那小兔子跌倒了，他还好吗？那你帮我再翻一页，可以吗？好，谢谢。Uh-oh, right on his elbow, that hurts. Uh-oh, 在他的手肘。手肘。嗯，他的手肘受伤了，好痛哦。Try blowing on it.来，你帮他吹一吹，帮他吹吹，呼，呼，呼，这么吹呢？对，好，那你帮我再翻一下。Okay, 好 ，But there's blood. 可是流血嘞。对，可是流血了耶，怎么办？再帮他翻一页，看一下怎么办。Oh dear, we better do something. Let's cover it up. 哭着的娃娃。有个点的，帮他一个忙好不好？好不好？然后要怎么样？把它贴起来好不好 ？Here you are， 给你 OK 绷哦。Can you put it on？ 好，贴好了。是谁给？我给你的。我给你的 OK 绷，它上面还有小兔子。妈妈，你给我。对，我给你的。好，那你帮我再翻一页。好 ，perfect， 好，太完美了。How about a magic rhyme？ 我们来唱一首有魔法的童谣，好不好？魔法的歌。嗯，那妈妈要唱喽。Rock-a-bye bunny in the treetop.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bunny will rock. When the bough breaks, the bunny will fall.啊，这首歌它原本是叫做 Rockabye Baby， 它把它改成 Rockabye Bunny， 就是在兔子小兔子的摇篮曲。本来是 Baby 的，对，原本叫 Baby 的，以前我没有听过，对不对？然后它这是在讲说小兔子它在那个树梢，然后在树梢睡觉，然后结果当这个风一吹呢，那个小兔子就会摇一摇，然后当树枝断掉的时候，小兔子就会掉下来耶！哇，那这个。那个本来的 baby 对，可是小兔子掉下来，他就想到他哦，好痛哦，就是他刚才不是才摔倒吗？那这样子都没有安慰到他。Oops, I don't think that helped. Little rabbit still crying. 啊，他怎么了？他说没办法帮上，就没有用哎。为什么？小兔子还在哭。So try stroking his ears. 啊，把他摸摸他耳朵哈。谢谢。那再下一页，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看不到啊。Thank you, that worked. You did that really well. 啊，谢谢你哦，你做得很好。那现在 ，Now wipe away those tears. 你已经擦完了。对，你要把他的，帮他把眼泪擦掉，再擦一下。拿卫生纸帮他擦擦。好，再下一页呢。And wipe his nose too. 那也帮他擤擤鼻涕。Big blow.用力擤，好，再下一页。Very good. Now brush off the dirt. 对，帮他把这些沙泥身上的泥沙都拍掉哦。是那个弄得比较干净，是护着的那个。弟弟，你不要踢哥哥。好，没有呀。对，好 ，You made him all better. 你让他觉得好多喽。Off you go, little rabbit.Off you go, little rabbit. 什么意思？是什么？这个两个呢？Off you go, little rabbit. 就是你可以去玩喽，小兔子。那这个两个要讲吗？对，弟弟，你看这个小兔子，弟弟喝完奶奶了，你看，
他怎么了？弟弟，你看他怎么了？他流血了，对不对？好痛，然后他哭了耶。你看他这边，弟弟，你看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弟弟？跌倒。跌倒，对不对？是不是？对，跌倒了，好痛，对不对？那你帮他，你帮他那个擦擦药，好不好？弟弟。擦药。嗯，是不是好痛？痛痛哈，你亲亲他哦。他真的亲了耶。嗯，亲到这里的。对呀，好啦，那这本就这样讲完喽。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像 Tickle My Ears 是让小兔子睡觉的故事，然后 Bath Time for Little Rabbit 是他洗澡的故事。嗯，弟弟喜欢这本是不是？好，那就这样子喽。没了，讲完了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弟弟说拜拜。拜拜。